感谢伊丽娜为我们带来了这款2023年的暑期传奇武器。那从外形上看，它的确是非常的帅气。究竟这把武器有着怎样的攻击方式呢？它的名字又是什么呢？不要着急，马上为你揭晓。안녕하세요카운터스트라이크온라인디렉터최진혁입니다많은분들이관심을가지고계실여름신규에픽과에픽에디션무기를소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이번23년도여름에픽무기는보조무기카테고리로출시됩니다총기명칭은다이브리펄서입니다중력의흐름을무기에형성화한 SF 스타일의디자인을가지고있으며이름과디자인에어울리도록중력을이용하는무기입니다에픽보조무기로는이전에보이드어벤저이후로두번째인데요보이드어벤저가좀비의이동을제어하는역할이특징적인보조무기였다면이번다이브리펄서는플레이어의생존에도움을줄수있는이동기가있는보조무기입니다기본적인사격의범위에범위공격이포함되어있으며좀비로부터안전하게방어할수있습니다시간의흐름에따라채워지는게이지가있고이게이지를소모하면라이트닝퓨리와같이바라보는방향으로도약하는기술이존재합니다초월무기인라이트닝퓨리와다른부분은다이브리펄서는날아갈때주변의적을밀치며최고점의높이에서바로떨어지지않고활공하며서서히떨어지는부분입니다다른무기와의연계기능으로보조무기는보통총기자체의살상능력을크게가지고있지않습니다이번에픽무기에도이런부분은동일하나다른강력한무기를소지하고있다면연계하여사용할수있는기술을추가해두었습니다앞서설명드린활공상태에서도다시한번커맨드를입력하게되면수직으로빠르게강화하게되며단순히강화하는것이아니라플레이의안전을확보하면서좀비들을일정거리로밀어나도록조정합니다이때단순히최대한멀리밀어내는것이아니라플레이어와의일정거리가유지되도록밀어내게됩니다플레이어가강력한주무기나근접무기와같이연계가능한무기가있다면해당무기로교체하여플레이를이어나갈수있도록설계하였습니다다음으로다이브리펄서의게임에서의실제효과를확인해보겠습니다次元裁决使用仲裁者最新科技打造的多功能传奇辅助武器左键攻击会对周边360度内所有敌人造成范围伤害并减速保护使用者在进攻的同时不会遭到敌人的偷袭同时沿准心方向飞射而出的能量弹也会在目标点发生爆炸对敌人造成范围伤害作为传奇级辅助武器次元裁决拥有强大的跨地形移动能力只要使用得当可以帮助玩家瞬间扭转不利局面当武器能量随着时间充满玩家将可以解锁右键的强大能力当右键技能激活时会瞬间推开周围所有敌人同时玩家控制的角色会腾空跳跃并在空中进行快速滑翔滑翔过程中可以自由转向控制飞行角度当滑翔期间找到合适落脚点时再次启动右键将会原地迅速坠落落地时会击退周围所有敌人并对其造成短暂减速
玩家可以迅速切换其他强力爆发武器进行快速收割。当然，这把武器在空中滑翔时，也可以直接切换主武器进行攻击。战略级的跨地形移动能力，为这把武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战友们，是否已经想到要怎么使用这把武器了呢？다음은신규 FA 에디션 무기에 대해서 소개해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下面我将为大家带来2023暑期典藏武器的最新消息。이번23년도여름 FA 에디션 무기는 펌프 액션 샷건입니다。기존 M3 블랙드래곤을베이스로하는모델이며총기명칭은 M3 아지다카입니다。용을소환했던 M3 블랙드래곤의핵심컨셉은그대로이어봤지만보다다양한기능이추가되었습니다。우선기존의 M3 블랙드래곤은기본적인펌프액션샷건기능과게이지모두를채웠을때한번의용의소환기회가있는무기였습니다。M3 아지다아카는기본공격시범위데미지와함께전방으로흥용포와정용포방식의공격이추가되어안정성측면이강화되었습니다。뿐만아니라미라클프리즘소드에있던기능이주변의 적에게표식을남기고데미지를주는공격이추가되었습니다。이공격은별도의탄소모를필요로하지않는기능으로개발되었습니다。다음으로는메인기능인용소환기능입니다。충전방식이나용이소환됐을때메커니즘은 M3 블랙드래곤과크게다르진않습니다。물론수치적인부분은23년도레벨에맞춰서리밸런스되었습니다。차이점은기존에한발만충전되던무기가두발까지충전가능하도록상향되었습니다。이상으로에픽보조무기다이브리펄서와에픽에디션 M3 아지다아카의 발표를 마칩니다。감사합니다。